东桥 Vlog， 你现在在池袋，我今天 Chloe 也有加入我们这个 Vlog 的战局啦，我们要去吃饭喽，耶！你有没有觉得最近日本超热？有啊，你看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店啊？轩喜茶，日本初上路看来我们那个赞助商又要多一家。我们现在去这家面店叫呼噜噜。这家夏威夷风的拉面呢，也是东京拉面吧名店的其中一名哦。特殊的有这个 Spam 的寿司。说不上什么，就是火腿跟寿司包在一起，就是蛮清爽的酱油味，说不上太多。但是我觉得，如果你喜欢清爽的汤头的拉面的话，你会蛮爱。那个面啊，十分的 Q 弹，我觉得非常的好吃。耶、yeah, ，我们现在吃饱了，吃饱了，要去寻找我们最爱的什么呢？珍珠奶茶，喝茶去喽。轩喜茶，干杯！这喝起来像那个我以前吃过一家叫咖啡弄的副餐饮料。我这喝起来有点像是日本便利商店的珍珠奶茶，再厚一点点的。我们来试试看池袋站旁边的一个甜点店，看味道会怎么样吧。还热腾腾哦，开箱啦！哎呦，算是一个怎么样？苹果派的一个感觉。外形看起来就蛮漂亮的，还不错，它的外表很酥，然后因为它是有点像类似像千层派的感觉嘛，所以吃起来很酥脆，很多层次的感觉。然后里面那个苹果派的内馅比较偏甜，但是有一点微微的酸，我觉得还蛮好吃的。对，我觉得它苹果的酸味加上一点点卡士达的甜味，融合起来还不错。镜头动一下，镜头。调档麦当劳苹果派。这短短的两个小时内，我们吃了拉面，吃了 Pocky， 喝了珍珠奶茶，还有吃了甜点。东桥真的太可怕了，好肥啊！对，我们来买这个林英的波吉虾，来试试看我这 Apple Pay 可不可以买。哎，好了，买了哦。他只是想要炫耀还有 Apple Pay 而已，这是这整集的重点。对，我们这集的标题就什么？包博有 Apple Pay， 炫耀一下我的。那个 coin pay， 哎呦 coin pay 哦，好 C pay 哦 C pay， 好，明白吗？感应一下，干杯，干杯。这条路啊，大概在东桥的影片出现过200多次。对，因为这边其实有点像西门町，然后呢，在我后方啦就是 Sunshine City， 我们去上面看过夜景。我们刚刚啊，其实蛮开心的，就是我们在等 Chloe 买东西的时候，然后遇到一组大概十几个就是台湾人。竟然被认出来，我觉得是有点害羞了。对啊，对啊，而且还跟他们合照。所以人家说啊，平常不要做坏事，不要乱讲话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总会有人一双眼在看。没错，有一个神经病一直在后面，在走来走去，动来动去，莫名其妙。哇，我们现在到这个充满日式风情的小路，要做什么事情啊？当然就是要来吃 Family Mart 的最新点心喽。又是吃？为什么今天都是吃？對對對對，因为我们今天比较没梗，所以要一直吃东西。哦，蛮甜的，蛮甜的。哎，它的特色就是它的那个包装啊，超可爱的。啊，以上就是今天的池袋 vlog 啦。我是韦恩，我是包博，我是 Chloe， 下次见，拜拜。拜拜。哎，散场。相机要记得拿哦，对，不然被偷走哦。